日本山口县及九州北部地区这两天受梅雨锋面影响降下巨灾大雨，部分地区雨量破纪录，以致山口市有一人一架车被河水冲走不幸死亡。另外在油布市有民宅遭土石流侵袭，一人失联。法国一名非裔青少年6月27日在巴黎郊区因开车拒绝服从路边拦检遭警察开枪射杀后引起民愤，掀起连三夜的暴力抗议示威，商店洗劫与车辆纵火事件频传。当局6月30日部署包括霹雳小组等4.5万名警力，并出动数辆轻型装甲车以平息这起冲突。全球知名的两位科技富豪马斯克和祖克伯日前隔空较劲，还划进行铁笼格斗大赛一决高下，近期地点选在罗马竞技场。有意大利媒体则建议来一场拉丁诗句决斗并拥抱，因为如今的罗马竞技场多用于举办音乐会，未曾办过格斗比赛。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洛杉矶天使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今天以二棒指定打击先发敲出大联盟生涯个人飞行距离最远的493英尺，约150公尺的特大号全垒打，本季至今30轰，其中15轰集中在6月，也是在大联盟连续3个球季达到30轰。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